看都不用看 ID， 铁是零速。好、啊，被劫车了。哎呦，这个小五弟弟被连打带捕。这两个人一起打。KDF 是分了两个人在这里，小那四个人会合就算了。哎、哦，小崔、B7 跟天霸先手成功，往队友开车直接打了一枪头。哇哦，两枪头，对，倒了，还是个消音。哎，这个分能不能 K 掉？漂亮！哇、哦、，K 到了！究极打工仔 ，salute。原点还是要这个。很慢。哦 ，GX， 吉尔直接被杰克接下来，又一个。简简，简简怎么了？停车了。又剩一个人了，只剩 Inonex 了。大哥，现在只剩大哥了。被原点抽了。现在倒地那个接近的选手，恨不得自己能开枪。啊，急了啊！这边 SR 给一个手雷终结了 Inox 啊，正中下怀，纯纯埋伏啊，又是蓝布，蓝布这个人真的，哎，老是这种这个搞这种信息差的偷袭，这都快打成他的招牌了。这波慢慢的摸了一手啊，把幻山给摸掉了，啊，牛还被三人进行了汇合，然后到了狮城的达达玛的人啊，达达玛的战线拉得很长，这一波。千万不能停在半山腰，很容易被包夹，要小心一点。等一等，看一看吧。啊，天路这一边的话，在圈内有位置待也不着急，点一下过点队伍的人数和信息。主要天路知道东边有人的，而、啊、半山腰打到那停车了。AZ 一颗雷是把底坡的人炸倒，同时小明的出枪顶坡的也倒一个，好防。达达瓦这波裂开了呀，啊，想要拉出去了，小左忍不住了，队友还是把他拉住了，毕竟 AZ 的体型比较大，能拉得住，线下拉的是吧？最终小左还是上了山，嗯，这个其实打出点优势，感觉是还是可以上，就不要一个人单上吧，要上对楼打起来了。对，分财的点被撞了，那这样的话高点位置的选手过来回援，就像是击倒了素九，扶起来一个人，前把还是保持了一个满憋状态，规避一些投注物的伤害。哦，接得很快、啊、是的。海岸边的格局应该已经定了，看一下 GX 啊， GX 是来再加上远点枪线， USG 还是往后撤了撤。嗯，天路其实进圈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因为天路东边整体密度很高了、GBL 和 V7 正面直接被顶，外围先打一个二楼丢雷，浴室的火还没丢，哎，原点 New Happy 来了啊！嗯，哦，要追分啦 ，New Happy， 打了一枪头，小头线直接打残，干拉到近点，这是两队 ，New Happy 要打得稳定一点。嗯，这个雷真的是差一点，后续的一波进攻，先排点排人数了，嗯，着急过。这第三方啊，这个天路那边的枪线、啊、第四方了。哦，第四方。哇、哦，牛排皮楠楠和周边都倒了，然后同时防区里面还有人呢。牛排皮这一波被天路的一波劝架，然后再加上防区里面的人是防守了下来，也留下了充足的打架时间，已经过来了。那现在的话，这样不需要再去防守这个北部的打拿瓦内侧了，直接选择过来跟队友。主要是 V7 的信息啊。天路可能不知道 V7 那个人的问题，洗头从头被打倒，啊，林树，哇，这骄阳直接开扫扫了一枪，哎，聪聪是不是被按住了？好像能扶哎，看看按住了，按住了，被这个定时炸弹给影响，
4M 这一波利用到西部的高点啊，发现了半坡厕所是没有人的。哎，小童火把V7这个人给烧了，啊，没有安全隐患了，要主动接驾，主动进攻。美式先打了一个在车上的，这个位置其实，哎，主动过来进攻，塞鲁特这个位置也被拔掉了。刚刚焦阳是盯了很长的时间 ，ST 被两支队伍进攻 ，4M 和 KDF 同时向他们丢雷。好，小海侧面的一个出枪 ，USG 车后的人倒了 ，Lash 一颗，一直在盯防这一侧的一个信息，远程尝试拿投掷物扔一扔，北神将 USG 人放倒了一个，火烧厕所啊，把厕所给排掉了。这龙宗拳用火烧木厕所烧的是真准，嗯。一回直接打 KDF， KDF 的侧线出了问题，掩体都不是很好，还有人要过马路， KDF 基本无了，被三个队伍疯狂的在夹击。 Pyro 巨斧头顶上面还有群边死卡的 KDF， 完全是被包夹的一个阵型。不会一个出枪直接是把 KDF 一人给补掉， KDF 只加最后两个，哦，侧面有小海的枪线啊，小左是走哪儿都不行，哪儿哪儿都有枪线，防止 KDF 进圈，他肯定要给 KDF 十足的压力。但小海是把马云龙给击倒，这样的话 KDF 还剩下一个有生力量，这个位置是扶不起来的。再玩，有巨斧，这不灰灰的近点买点，然后对手在丢道具去排，还没有排掉，往旁边 KDF 也被龙宗拳给打团灭了，那是也被淘汰掉。巨斧侧面的烟，对，侧面的烟不能断，然后正面还得接 GX，GX 也顶不上去，这副 M 打两个队站在山头上，然后今天拉下来两个，这一波压一下节奏吧。是的，这一波其实打有点危险，因为两边还没有打起来，而且人数还比较齐整。小鹿轻轻出手放倒了小羊，看到了一个特定位置，其实往烟里找机会投掷，先投掷物，回回放倒了烟里，再次的一波出手，在夹击当中巨斧是先被打掉，那就看这个瞬间。接 T 对锅了，高打低，枪支上有这个优势，龙宗拳放倒了这边，但是这边一点出手放倒了龙宗拳，一瞬之间倒两个，要过来压位置了，全村的希望。现在是有什么进攻投掷物全都扔出来了，被闪到了，被闪到了，啊，这个血量。很危险，尾神这个位置很尴尬，这个包能不能打起来啊？啊，这波真的有点可惜啊，真的很可惜。然后全清掉，天路过点被看到了，但从侧面的两枪直接把小唐给对倒，让队友可以继续跑位了。天路想要把西边，对手这个掩体还挺好啊，但骄阳一颗雷丝毫不给面，直接炸飞，精准。四打四的，天霸也有烟雾弹呀，也在混得越来越近了。哇！但这一发手雷，但是大杀！祖传雷！哦，骄阳二打一打一，唯一一个。我天哪！天霸二打一，一了，真二打一了，是不老出头，兄弟们！哎，但是不要道歉。哇！天霸，恭喜天霸！肖申克的救赎，没有人往千霸的烟雾弹里面